东北宫乐厝社区的八公照顾站，伫今仔日举办一场互长辈来 DIY 做阿饼的活动。虽然有一挂长辈是头一摆做，动作难免有淡薄仔生疏，不过伫大家互相协助斗相共之下，所做出来阿饼唔呐好看，连只口味也袂歹。长辈也真有自信讲，这是比起外面所卖，还佫较好食。对着老师的指导，每局长辈拢真认真来完成手中的馅饼。虽然有个人是第一摆做，但是伫大家互相的帮忙之下，每局长辈所做出来的饼，内底啊，唔呐是满满满，就连外形也是真好看。好细哦，啊，着面粉爱软软胶胶的，我胶胶啊，阿炒好，我怎啊啊，个蛋个做啊？你感觉做这个好食？好食，好食。你第一摆做吗？哎，是是是。没啦，没啦，没足困难的啦。真正捌食啦，嘿啦，啊唔捌做啦。邀请在地的馅饼业者，罗厝社区的八公照护站，伫今日来举办一场趣味又阁好耍的 DIY 馅饼制作活动。除了有长辈来活动卡手，邀大家来合心要安怎煮食 ？DIY 去做这个馅饼，吼、哦，后因知影讲这馅饼的做法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等于讲学一个。哎，煮食的技巧，伊若倒去厝，会用甲伊的厝的人分享，哦，来增加伊的成就感。今仔日就做这个呱呱饼、馅饼，大家拢做甲真欢喜，啊，家己做家己食，啊，因当啊食了就有成就感，啊，所以我感觉讲这是真好的一个那个长照据点，就是伯公照护站的呢。探索将拄做好的馅饼加落，每一位长辈拢表示是非常的好食，而且家己做的也真有成就感。有个长辈佫表示，家己所做的饼甚至比外口买佫较好食。要公家做，公家做的。哈。食起来袂歹，真好食。真好食。足甜的，佫足好食。啊，家己做嘛，佫真出名。嘿嘿嘿。外口的无好食。啊，家己包的料较济。嘿。啊，外口的吼，无够大粒，啊，鸭吼无济啦。啊，咱家包较济。罗厝社区的八公照护站自成立到即马，就一直提供予长辈丰富又个快乐的课程。即马每工一定爱来到遮，也是所有长辈的生活习惯咯。记者江怡采访报道。